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年似乎诸事不顺，现在还经传这个消息。Theories have even circulated that the queen is already dead, with some internet sleuths convinced that her recent appearances, including the queen's annual Christmas broadcast, are entirely faked. 美国八卦新闻《Hollywood u n l o c k 二十二号抛出震撼弹，直接在社群媒体上抛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的讯息。 内文声称，女王原本将出席一位《Vogue》杂志编辑在英国举办的婚礼，不过一位来自王室的消息来源却说，女王已经过世。消息一出，引来关注，因为高龄九十五岁的女王二十号才刚确诊新冠病毒。 查尔斯王子十号二度染疫，随后妻子卡米拉也确诊，而当时与查尔斯接触过的伊丽莎白二世也同样遭到感染，并取消许多原先计划好的行程。 时机敏感，女王过世的消息网络疯传，不过目前并没有英国主流媒体跟进报道，就连社群媒体随后也将尚未证实的讯息标注为不实资讯。女王去年初才泪别丈夫菲利普亲王，今年形单影只迎接在位七十周年，并将在四月过九十六岁生日，现在却被八卦媒体任意造谣，已经让喜事蒙上阴影。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。